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马路上出现一团橘黄火球，熊熊大火窜向天际，路面洞口不断冒出火舌，火势高达将近4公尺高，而且一旁就是住宅大楼，惊险万分，就怕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扩大蔓延酿祸。消防队员紧急到场，严阵以待，布水线灌救。 车来车往的街头突然起火，吓坏附近民众。原来跟道路施工有关系。13号上午9点多，工作人员在新竹竹北市新一街进行污水工程时，不慎挖断瓦斯管线，气体外漏，随即引发火势。工人赶紧报案，带来停断访问。在挖污水管线的时候，不小心挖到了我们瓦斯管线，然后产生了火花，造成它起火。 那火量非常的大，消防车也及时到来，也马上赶来救火。那火大概在三五分钟就把它灭了，这样子。 那现场还是有浓浓的瓦斯味。警消火速驰援到场后，10分钟内顺利扑灭，也通知瓦斯公司紧急关闭开关。警消不敢大意，持续利用水雾防护，防止再度引发火势。